哎，赛罗、贝利亚，你们这次去哪里啊？弟弟，我和贝利亚打算就离开了，因为我们受伤之后跳舞也不会有人喜欢了，我们还是走吧。哎，哥哥，你站住！你走了之后，我们该怎么办？喜欢你的粉丝们怎么办呀？哼，我就管不了这么多了。不，哥哥，你们就在最后相信我一次吧。只要我们努力把它继续跳下去，我相信一定会有人喜欢的。好，我在最后相信你一次。要是没有人喜欢我们跳舞，我们一起离开地球。好，要是我们跳得很好，现在给我们打100分哟。比利亚，我们上吧。